4月23号，赵丽颖工作室和冯绍峰工作室相继发布声明，称赵丽颖与冯绍峰已经和平分手，结束婚姻关系，并于近日办理了相关手续。消息一出，惊呆一众吃瓜的群众。两人于2018年成婚，生完孩子到现在才不过短短的2年时间，怎么说离就离了？这也太突然点了吧！没等来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婚礼，两个人就已经官宣离婚了。也有一部分网友表示，对于这突发的新闻并不震惊，毕竟汪峰的巡回演唱会已经敲定2018年汪峰演唱会他俩结婚，2021年汪峰演唱会他俩离婚，这对夫妇真是绝了。关于离婚的原因，两人强调是因为双方的工作实在太过于繁忙，聚少离多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但由于孩子还小，所以夫妻俩呢决定共同抚养孩子。但随后冯绍峰就发文表示，日子很长，过去很好，愿未来更好，并艾特了前妻赵丽颖。结合工作室的发文，两人看上去确实是和平分手，并没有太多的弯弯绕绕。毕竟赵丽颖在2021年2月份的时候还被拍到现身三亚去探班冯绍峰，不出意外的话，两人当时并没有离婚。就在赵丽颖和冯绍峰宣布离婚的前几天，冯绍峰还因为暴瘦而登上了热搜。虽然不知道冯绍峰是因为角色需要在减肥，还是因为受到了情伤而导致身体告急，粉丝们都希望冯绍峰能够保重身体。虽说赵丽颖、冯绍峰双方都表示是和平分手，但网友们仍然找到了两人疑似感情不和的痕迹。早前冯绍峰在参加某一档综艺节目时曾透露和赵丽颖结婚一年都没有戒指，他直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老婆没有给过我戒指，颇有几分委屈的感觉。我现在都还没有一个戒指，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老婆没有给过我戒指。所以你是听从老婆的司令是不是？随后呢，他还坦言曾问过赵丽颖，你到底是真的喜欢我呢，真的想跟我结婚呢，还是为了要谈恋爱，为了要结婚才跟我在一起的。当初看他的这番话，会觉得冯绍峰似乎有那么一丝丝的不自信，而如今回看，两人当初结婚仿佛也不似外界看到的那般如胶似漆，恩爱满屏啊。其实早在几年前，赵丽颖在节目中提及自己的感情观，虽然我们是女生，但是我们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爱情，我们还有追求理想的这么一个权利。爱情它可能是说在我们去实现理想或者是实现自己的信仰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可以温存的。看完他的描述，我们或许能理解为何冯绍峰对颖宝有患得患失的感觉。说起来，冯绍峰和赵丽颖从官宣结婚就颇受争议，很多人都觉得冯绍峰配不上颖宝，所以两个人结婚后啊格外的低调，鲜少公开撒糖。除了之前合体拍摄杂志封面外，两人同框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冯绍峰和赵丽颖是因戏深情而走到一起，两人合作《女儿国》之后就一直有恋爱的消息爆出来，后来合作完《知否》之后，他们间的感情似乎迅速升温，一不小心从戏里走到了戏外。2018年10月份的时候，两人就晒出结婚证宣布结婚了，就跟剧中一样，明兰与二叔的感情十分深厚，冯绍峰也一改往日花花公子的形象，在节目中一口一刻我老婆的叫着，甜蜜的模样让不少观众看得牙疼。但谁也没有想到，前几天还被拍到一起吃饭的两个人居然今天突然就宣布离婚，真是世事难料呢。大家对于冯绍峰与赵丽颖离婚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下方评论讨论，点关注不迷路，我们下期再见。